囡仔喙齿膏服用大汗，免找医生去了，搁走脏。囡仔惊囡仔这接受，长期齿科医师也去检查，一去一去斟酌看，温温啊检查看详细，有就去做治疗，无就去继续保持好喙齿。好，现在健保局对我们五岁以下的儿童，只要手持健保卡，就可以到我们一些特约的医疗院所，好去做一个涂氟还有口腔检查的一个活动。那每年可以有两次，好，这是只要付挂号费，好不需要部分负担的。那正确的口腔涂氟，再加上我们正确的卫教，还有口腔良好的保健，就可以达到我们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。后放在肉跟牙齿，正确入嘴齿变大力，入到所在个方法，正是保健嘴齿好撇步。那我们大家再来复习，什么是刷牙333？来，大家在这里一起来念。将其齿科团队将保健喙齿宣导改变做秘诀，幼稚园囡仔兄囡仔姐看甲真入迷，不散时阁笑甲真古锥。养育孩儿，也请多注意喙齿健康，大汉了后会减少感染霉菌的机会。健康喙齿儿，大家疼惜阁介意。将其新闻挂起红，是外英严光成采访报道。